好，来，在这一边呢，它给我 y 等于 5x y 减 9x 减 5，所以我的 x 等于减一的时候，x 等于减一，y 等于5乘减一 square 减9乘减一减5，所以它就会变成5加9减5，所以它就会变成9，所以我的减一逗号9，所以这个是9。然后我的 x 等于2的时候，y 等于5乘2 square 减9乘2减5，所以4五二十减18减5，然后拿到是减3，所以减3。然后我的3的时候，我的 x 等于3的时候，我的 y 会是等于5乘3的 square 减9乘3减5。所以它就会变成9545减18减5，然后我拿到是22，哎，我拿到是13，9545，然后减6318再减5，然后我拿到应该是22，对呀，我看一下，我这一个我有5阿尔法x 对。减九阿尔法 x 减五，OK，然后我的 C L C 我放三进去，然后就是三，所以是三，43639哦，OK，这么懂我逻辑是在哪里？这一次减27再减5，OK，然后拿到是13。对，十三，OK，好，所以你把这些点都拨进去，画它的 graph 就可以了。OK，我们知道它是 y 等于 ax 再加 bx 嘛，我的 a 是 positive，是消减的。OK，然后他说 determine the value of x when y 等于零，我的 y 就是我高度等于零，我高度等于零的时候，这个还有这一个，所以它在这一边我拿到的是。2.3跟 negative 0.4，这样，OK。